老师还为什么那样？我用紫色。你用紫色很漂亮。嗯，因为我最喜欢紫色。紫色是什么颜色？紫，这是紫色啊。啊，有什么水果是紫色的？是西瓜吗？西瓜是绿色。西瓜是绿色啊。什么东西在我这里？那什么东西是紫色的？葡萄吗？葡萄好像。对耶，葡萄是紫色的耶。葡萄好像也是红色。葡萄有红色，对呀，葡萄还有绿色耶。可是我有吃过绿色的苹果。对呀。那现在来画绿色的恐龙吧。很厉害，是啊，老师也这样哦。老师，他说吴新义赶快画画啊！老师是恐龙哦。老师这样是。吴新义赶快画画。老师，你别再画画，老师。臭脚丫这样哦，这也还吓人吧？对呀。阿宝贝，阿诺诺宝贝，阿宝贝，阿宝贝，好，我再专心画画，我也要。那我也可以一起画吗？可以呀。